起书画起社出去，云文云武学习无间，生活是一目两天，做中学学中卷，沙子虽小一沙一个世界，粒子虽小希望却是无限，两人发挥双效复会，大爱山坡满人间。谁也不能少。由于村民们利用学堂举办活动，留下了很多垃圾，让同学们清理得很辛苦，大家不禁发起了牢骚，应该让没有公德心的人自己来清理才对，这么多垃圾，哼，看我清了这么多，好有成就感哦。阿喜，你不对劲啊，为什么大家心情都不好，只有你笑嘻嘻的？对呀，阿喜，你今天怪怪的。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。特别的日子？同学们辛苦了。方丈，那些人很没有公德心啊，留下了这么多的垃圾都不清理。就是啊，那些人很没公德心。他们可能忽略了打扫，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这不正是给我们发挥公德心的好机会吗？大人教我们不能乱丢垃圾，哼，自己却乱丢。就是嘛，就是嘛。你们忘了吗？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，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。小栗子，你很累吗？累死了，你太夸张了吧。阿喜，到底什么事情让你那么高兴啊？能不能先说？对呀，走到土地公庙再说。阿喜一定有什么喜事。没错，阿喜又买新衣服了。不是。那阿喜中奖了。也不是。那阿喜有喜欢的人了。好了啦，小栗子，你不要乱讲。哎呦，阿喜生气了，阿喜生气了。你不要乱讲，我才没有生气。哼。阿喜，你不要再卖关子了，赶快告诉大家吧。好吧，你们看，哇，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所以请大家吃东西，开动吧！阿喜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，香蕉代替蛋糕，谢谢！哇，上面还刻了我的名字。真的，这上面刻的是小栗子，原来今天是阿喜生日啊，真好。生日这天不能生气，要开开心心的，非常开心，这样新的一年才会幸运啊。这样子啊，那今天也是阿福的生日了。是啊，阿福生日快乐。谢谢大家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对对对，方丈今天说的就是这句话。咱们快收拾吧，吹得这么远怎么收拾啊？能捡多少算多少哦。好吧，风儿快来啊，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把垃圾通通吹不见。好了，都清干净了，耶耶耶！
受伤了？哎呦，疼不疼啊？好痛哦！怎么会有香蕉皮呀？是谁这么没有公德心啊？把香蕉皮乱丢在路上。我看可能是野狗叼来的。啊！小栗子。娘，轻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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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。我叫你不要乱动嘛，忍耐一下呀。痛死我了，痛死我了啦！真是搞不懂，居然有人会踩到自己丢掉的香蕉皮，伤成了这个样子。对了，村里发通知，一年一度的全村大扫除要开始了。要大扫除就表示快过年了。全村分配了清理区域，不只要打扫，还要布置，全村动员一起迎新年。我们在学堂每天都要打扫，现在连村子也要我们打扫，怎么念书啊？叫你打扫，你倒想起要念书了。你们大人喜欢做就多做一点，这么多人做，少我一个人也没关系。不行，每个人都要尽力做，谁也不能少。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，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。爷，你也知道这句话？我在土地公庙看到的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把这两句话给背下来了。可是我受了伤，不方便打扫哎。这点皮肉伤很快就会好的。好笑哦！对啊，你看他嘛，好好笑哦。对啊。小声一点啦，否则书被方丈没收了，倒霉的可是我哎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声一点。汤包，他怎么什么都碰到了？就是啊，怎么会这么好笑？哎，摩羯，你以后当作家也写几本这么有趣的书好不好啊？小栗子，汤包，你们两个打扫的地方好脏啊，赶快趁方丈发现前去清理干净吧。怎么会？我们刚刚才打扫干净的。树叶会掉这么快吗？不是只有树叶，很多垃圾。是一大堆的垃圾。天哪！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呢？肯定是那些流浪狗叼垃圾来玩，太可恶了，还随地大小便呢，真是太没有公德心了。小狗哪来的公德心啊？看起来一定是一大群狗的杰作，真是有够倒霉。你哪里倒霉了？我才是被那些小狗给害惨了呢。我看你最近可能跟狗犯冲哦。可是我连狗的影子都没看见啊。对耶。可恶的狗，最好不要让我看到。我劝你最好别再这么讨厌狗哦。为什么？我听人家说啊，你越讨厌的东西就越会出现。你不要听人家胡说八道好不好啊？汤包，这又是怎么了？看来这不是狗的错，是风把垃圾吹来的。怎么这回风不是把垃圾吹走？快点扫吧，不然等风再起，咱们可扫不完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我们赶快扫，扫得比风还快才行。小栗子，起床啦！
小栗子，听到没有啊？起床。嗯，今天不是放假吗？今天是村子的清洁日啊，全村都在打扫呢。还有，我的伤还没好呢。哦，那好，你睡吧。哎，怎么这么好啊？受伤真好。怎么会有狗？看来是做梦。小栗子，快起床，我们来了。哎，汤包怎么来了？小栗子。啊，方丈，听说你不能出门，所以我们把悲田院里的狗屋拖来给你洗。那狗屋，全村的人都出来打扫了，怎么可以少你一个呢？我知道了，方丈，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。